我们新竹县又跟我们中央公路总局这个合作的最佳典范又添加之一。那我们希望所有的年轻人，不管是刚好是大一的新鲜人，反正就是年轻人，希望大家来这边报名，时间是到10月30日为止，名额也感谢公路总局给我们增加，我们有300名，每一名你只要到我们新竹县唯一的有机车驾训班的日新驾训班来报名的话，你就可以享受到这个福利，每个人可以补助他1300元，所以我欢迎大家踊跃报名。新竹县政府加码了300个名额哦，所以我们在这边也呼吁新竹县的县民能够到驾训班来学习这机车的训练譬如说一些正确的防疫驾驶、变换车道，或者是说早转弯这两个一个部分，怎么样去有个正确的一个骑乘的一个观念。